锅中控制。 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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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灵魂莲花夜游，装备应该是没有了。我操，卡 bug 了吧？为啥啥也没有啊？啊，有刀锋啊，不好意思，没看见。 我寻啥也没有，我操，这也太过分了，啥也没有，还让人玩了不咋？就离谱，刀锋要不要呢？宗师。 刀锋不要了，我整三个这玩意儿呢，行不行？哎呦，哎呦！ 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七块八，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七八九，不对，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七块八块，不对，把这卖了，正好十块。 遮住！我遮住！我给你整个图片来，我必须得给你整个图片了。我想想啊，我整哪个图片？BBA09。 抢，跟我抢，就你会玩杰，还给上个小春哥，杰确实整个春哥不错，我觉得，反正不是那么很好吃。
看不到排名了，哎，其实也行吧。我相信也不会有哪个人会点进去的。哼，要不这样吧，来陪我玩玩。盛宴在等待。咋？这皎月就先不要了吧？王才猴哥这局第六，你猴哥这局毕竟前二，我就这么告诉你，毕竟前二。如果没有前二，我告诉你，我在这说了，如果没有前二啊，我对刚才那些不行啊，没前二我吃屎，这不是我吹。哎，不行，这话说的稍微有点早了，这不行啊，这话说的不对，没到时候呢。这把不前二，我吃屎。给我来个寡妇，派克，啊，这都可以。哎呦我操！硬玩啊，这就。别人天选，那他没火炮啊，他有天选他没火炮有啥用啊？你们觉得这样能不能打得过野怪？升了吧，要不升了，把他升了，随便上一个应该就能了。哎，我上个小法师这样吧，不上小法师，上俩劫吧。天选两星，你说硬玩，他没火炮啊，你没火炮那能玩得了吗？这不卡位吗？魔盖锁着甲合着眼，不合着眼，等一等，我看春哥不错，万一一会儿给我来个大剑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败，你们觉得呢？可以输，我觉得可以继续输，没关系。我才82滴血，我们可以输。完了，哼，赢了。哎呀，可惜了啊。赢了。我有这个。赢了不接着赢下去。
哎呀，我不想递呀，我这亏10块钱呢，我递了呀，我想升6再递的，为什么不给派克呀？你给个派克，我就开始赢了这。我操，这皎月三了，一家。两家，兄弟们，我蓝林汉无敌了。你们有没有兄弟知道现在我们直播间热词儿是什么？给我发一下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原来这是个热词儿。没魔抗啊！大剑让人拿了，我决定来个锁着甲，合个日炎先，这样我们就有那个烫人掉血的东西了，烫一烫他们。寡妇是不是可以给个日炎？这寡妇可以啊，寡妇。你说去哪儿？好理解吧？寡妇给个日炎没毛病啊，上去烫人啊！冰心日炎反甲，卡牌。其实卡牌换不换都行，换肯定是得换的，他不没升二吗？这派克。能不能给我也来个天雪夜影啊？腰子不拿，腰子不拿呀，不拿腰子。他的劫被我控住了，
你这劫连个火炮都没有，你说你还玩呢？我们一定要记着啊，千万不要让他拿到火炮，知道吧？一定要记着，别让这小子拿着火炮。如果出了火炮，我们就给他拿走。反正我们血比他少。如果他自己出了，那他运气好，没办法。为什么要卡 bug？ 因为想战胜 bug 就只能用 bug。给个魔抗的，大剑可以，魔抗魔抗魔抗。给个春哥，现在差个啥呀？差个狐狸。春哥呀，最近我发现这姐给春哥挺猛的。饮血剑无尽不行，昨天我就发现了，饮血剑无尽呢并不厉害。我们这把拉营口嘛，也没有灵魂莲华明咒的东西，拉营口吧。反正早晚都得拉到八，还不如先拉八，对不对？好不好理解？这月神质量真猛啊！这月神的，反正也吃不到鸡，不如直接退了。这啥理论呢？反正你也不像人，死了得了，是这意思不？这什么理论呢？这劫不双杀呀？哎，可以。不给无尽，不能给无尽，劫不能给无尽，你知道吧？必须得给水银。
必须得拿魔抗，要个水银。这小子到最后啊，喝了个羊刀。我看你这劫没火炮，你怎么玩啊？我看你没火炮，你怎么玩？Nice。无敌了！我都直接就升级，你知道吧？我就知道这一波我必定啊能拿到这个，拿到一胜，必定能赢。这一波我必定能赢，我直接我就升级，我就一块钱我放在这里，我就知道我肯定赢，就是这么嚣张。这劫攻速也不快呀，1.94不属于正常攻速吗？找个凯隐才无敌呀。嗯，我要拉九，能上个啥呢？上个腰子吧，单挂一个也行。本来开始是2.6，不是吧？我看看，现在1.04。有2.6吗？没有2.6啊，好像1.94，哪有2.6啊？1.9吗？啊，不行，腰着两忍者了，那不行。场上四个明咒，现在就四个明咒了呀。不行，我上个狐狸看一看。不用明，不用狐狸呀。我再上个狐狸看一看一会儿。这么给面子啊！你说去哪？我们来单挂一首凯，这叫什么？永恩。这把是不是能找三星凯隐了？能不能？可以吧？太能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找个三星的永恩或者是凯隐，这不无敌了吗？你确定要狐狸上吗？不用吧，好像。需要吗？四个英雄有没有懂的？需不需要啊？
测试一下，现在 1.04 啊，现在是 1.04， 过去是 1.94。 瑞文的装备好像不太像人呢，这瑞文。你好啊，艾伦。我给他换一个。我给你们看一看啊。刚才是 1.94， 这边还不一定能打得过呢。2.66， 啊，我操，还不能鸣咒，这个天选之人鸣咒还没用。那天选只能要夜影啊。这一手凯隐肯定是没了，我估计100%是没了。我们来个反甲吧，那我没法上凯隐呢，这我还得拉九上凯隐呢，我操。嗯，我还得拉九上凯隐。哎，建模药可以啊，忘拿了建模。鬼书给谁呢？鬼书给凯隐留着吧。4.28，真猛啊！我们得天选凯隐，不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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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他升不到三，我就给他换了一会儿，不行就没关系，先给他放着。妖阳负责召唤，恶狼负责进攻，给个伏击之爪吧。给个伏击之爪，呀，对好两个逆口，这不，呀，这不无敌了吗？这不无敌了吗？俩逆口呢，拿了活都，给我掏。这劫没有火炮，你就玩吧，我还咋玩？我起来，啪嚓一个头，没有火炮的姐还想跟我玩，如果自己想递出来一个三星的五费英雄，是不是有点不现实？
废命。刚才有个石榴掉地上了，没了，咋整？再顶一轮，拉酒，拉酒上开饮。你怎么什么都想追三？有钱啊，乐意呀、啊，有钱啊，狠呢、啊，不赢吗？抬走，嗯，有钱不行吗？我就生啊，积木我都没拿，这大积木。干哪呢？这小子，就这么个破玩意儿了。你说你后悔不？你这羊刀装的，你把这羊刀给卸下来，整个火炮是吧？后悔不？后悔了吧？后悔已经晚了，已经没有用了，后悔。升级地下，拿个这么个玩意儿吧，给你个鬼书。咋那么多永恩呢？我发现快递呀，着什么急呢？又输不了，我们核心都删了，不会输的，基本上不可能输。这鞋删了，一般就是肯定是输不了。就50块钱就地，别着急。呀，剑魔给我拿走了，剑魔拿走了，我就能拿一个银鞋剑。老头子，上个老头子吧。呀，我递呢，我递了一下啊，我再递一下。好多永恩呢、啊、这永恩感觉能升到三。
其实我有点疑惑不解，这波为啥没打过？是因为寡妇的两个冰心吗？嗯，因为他四夜影是吧？哦，原来如此。没事，我们不慌。地也不地。不地就留，为什么我感觉我派克下了以后这个劫的攻速不对劲儿了呢？俩鬼叔啊，我天哪，这鬼叔给谁呀？给吉姆吧，不得给寡妇吧。你说去哪？漂亮斧子召唤夜狼负责进攻。差一个小猫，一个老头，赶紧地呀，对手没血了。哦，完了，我刚没看见呀，我没瞅着他没血了呀。不过这波他打镜像应该能打过吧，不能一下双杀了吧。啊，还好还好，剩个那个兄弟啊，我们把钱全递了吧。小猫、千九、寡妇，他都死了，怎么没有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小猫升三他就退了？呀，你这小子，你这个小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跑了！哎呦我操，居然跑了！哎呀，那也没用，跑了我也结账。你跑不跑这把咱都第一了。